哦，里面都长这样啊，反正敌人我们都大家看一下吧。哦，敌人都长这么恶心，没错，就是这么恶心。加曼把无尽之药藏在小镇身上，然后最后要叫他的伙伴去救他。哎，到底？狂利用啊！啊，等打 BOSS 再录好。魔力全套，魔力之拳。哦，小红帽子，弟兄礼服。猫之血，应该都是小镇的吧？看一下，小镇，小镇，哦，母女服，哎，母女服是，哦，之前的，哦，好，就这样，到了，到了，你看超快，哎，还没有打萨卡，打他的小兵吧。那不是小镇吗？糟了，他们在小镇的灵魂转世了。小兵打小兵而已。我觉得他们很弱，印象中啊，对，很弱，嗯。小珍，你醒醒啊！小珍难道已经……那是谁？好，战斗，就打魔化小镇了、啊，然后小镇一起战斗了。这边总共打三个 BOSS 啊，包含小镇的话。小镇的血量不太高，所以应该还可以。
哦，快打死了！小真在喘了。哦，打两人了，这么快。然后就完了，就没讲，就直接继续。OK， 好。谁也不能阻止新卡大人。开启无尽世界。好，这是倒数第二个 BOSS， 我又忘记用了。用魔法正念炮就对了。拿死了，拿死了！哇，打超久。怎么还是铁剑呢？啊，走吧。这边应该都是天宇的装备吧？对，真的，天宇的装备。猫之鞋。这些都可以丢掉了。哎，啊，我的封魔刀，
感觉好像加蛮多防御力的哦。好，就这样，走了。是呜呜的。OK，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丢掉。补血的魔力之拳，游戏很聪明，知道我们缺魔力，就只给魔力之拳，然后给那个呜呜做补血动作就好了。啊，最后 boss 到了吧？哎，还没到、哦，我还以为到了。啊，原来还要走。OK， 到了吧？对，到了。啊，无尽世界即将被我开启。对你们而言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世界将被我统治，这美好的开始啊！一言不合就开打。我又忘记用了，我每次都忘记。我看攻击力很高，超痛，但我有秘技。死亡火焰，我还连续放呀，妈！啊，对，变体和变体是比较弱，没错，人形的比较强。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要变红？为什么要变身？快，我都已经帮他减速了，这么快。你错过了，而且你错过最精彩的时候。
详情可以详情去看前面片段泡温泉那一段。遍体九万，我靠！那达米过几年了？这种游戏花时间就是打战斗的时候而已，其他都还好啊。打死了，打死了！可是我已拥有无尽之药了，我要马上打开无尽世界，让我真正的力量得以发挥，让世界上的一切都归于无尽。好，最后的 boss 了。而且这边超累格的，现在占满整个画面，而且是会顿顿的。所以以前很喜欢，我很讨厌打这一关，因为会就顿顿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游戏本身吧。他在写九万呢，天哪！不合理啊！那速度太快了。哇，画面好乱哦！但老实说，我对《守护者之剑》的音乐评价是很高的，因为真的很好听。他你是动太多次了吧？对，音乐都是哀伤优美风，我蛮喜欢这种音乐的。这样子哦，就不要用会比较快的哦，试试看。写九万呢，很多哎。
速度条归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这次就先不用。超扯！打一场当中可能要花20分钟啊。一次460，四次1840滴。从守护者之剑二代之后的作品《圣云之歌》一代跟二代的剧情就比较完整了，完整很多了。哎，真的可以看哎、欸！你刚跟我讲，然后都快死了，在这里啦。好啦，打赢了，赞啦！创造，我死啊，你也会死。这道理你应该懂。我早就有打算与你同归于尽了。孝真，告诉我，告诉我你会继续活下去。我为什么？天云，你为什么会死呢？因为我与心卡是一体的，心卡一死，我也会死。虽然我不是人类的一员，但是我希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。天云，小真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这一生绝不是从来没有人为你付出的。天云，我一定会记得你这番话的。别难过了，反正大家都要一起死。心卡，你说什么？伟大的无尽之药，请让无尽之城陪我们一起毁灭吧。受死吧。
好，那手指之剑外传无尽宿命的剧情就到这边啦。那这款游戏本身本来的剧情的长度就不长了，那算是一个给粉丝像一个作品的一个额外的作品啦，一个满足啦。毕竟在首一的时候，我记得小珍的人气好像蛮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就是做一个粉丝像的作品出来这样子。那一开始接触守护者之剑呢，大致我是先接触外传，之后才去玩一代。那当然啊，应该说，最早是玩到二代，那时候是用 demo 版，那时候会去买游戏杂志，游戏杂志不是有 demo 版吗？然后是那时候玩到 demo 版的那个守护者之剑二。然后那个时候的《守护者之剑2》的前面虫洞的剧情就好长了，我想说哇，这是 demo 版吗？结果正式版出来，我无言，我真的无言。好，然后后来才接触外传，然后再玩到一代。其实我是跳着玩的。这有点像那个《幽城幻剑录》《天行劫神魔至尊传》人气最高的，反而不是应剑平，是夏侯仪。然后就做了一个《幽城幻剑录》，讲夏侯仪的故事。啊，文哥华分会哦，这么酷！好了，风雷时代到现在还在啦。他们做的游戏就是《圣女之歌》利落最新的 TGL。现在应该没有 TGL 了吧？还有吗？好了，感谢。好，就回到主画面了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守护者之剑外传》的游戏剧情啊。虽然这款游戏时间不长，但总的来说算是一个。小品游，他说小品游戏嘛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是喜欢《守护者之剑》的人啊，应该不会讨厌这款外传游戏的、啊。那我的感觉是这样，但我必须说啊，他的音乐真的很好听，我觉得动画、招式、动画特效都做得不错，都很用心在做。那就这样了，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， 感谢各位。